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iMind Phone 台湾频道。自从 ChatGPT 推出后，大家都喜欢有问题就跑去问 AI。有一款好用的人工智能聊天工具，就十分重要啦。我们收集并体验了多款国内外较热门的 AI 聊天 App， 不管你是 iOS 或安卓装置的用户，都可以体验 AI 聊天获取的便利。我们从中选出了最受欢迎之一的 AI 人工智慧聊天 App ChatR。以 ChatGPT 4为模型，让用户能够与 AI 及时对话，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管是 iPhone 或安卓手机，它都能提供多场景 AI 协助，以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 ChatR 提供即时聊天与互动，可以输入任何问题，快速生成答案，提供语音输入和输出功能，提升 AI 聊天体验感。其 AI 增强功能可以在聊天过程中为用户提供提示词语， AI 聊天内容可以随时收藏分享，并且储存所有记录，方便下次查阅或使用。支援中文、英文、日文等超过20种输出语言的 AI 人工智慧聊天，相信说了这么多，你也会很好奇如何使用 ChatR 进行 AI 聊天吧？那要透过手机点击描述中的链接，下载并安装 iMyPhone ChatR 来体验人工智慧聊天 App 吧。在手机上启用这款 AI 聊天 App， 点选聊天页签，在输入框中输入你想要询问的问题，等待讯息回复即可。你可以不断与它沟通，来解决你的任何疑惑。除了人工智慧聊天 ，ChatR 的创作模组也深受用户喜爱。它可以为你完成梦境分析、AI 写作文、藏头诗、IG 文案、工作简报等各种事情。点击场景，随便点击一个，评论撰写，输入你的评论要求、类型和语言。点击提交，即可快速生成一条合适的评论，再也不用自己构思啦。ChatR 甚至可以进行 AI 绘画生成，点击绘画。输入你的画面描述，并选择对应的风格、比例和数量，点击下一步即可生成一张独一无二的图像。 ChatR 同时也支援 PC 版本线上生成，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查看往期的这条影片教学哦。最后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会随时分享更多 AI 相关的小技巧，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交流哦。拜拜。